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一次呢，大哥有挑战 Nibble 连摸三，看在多久的时间内可以把它打完。那这一次呢，我要挑战的是 Fourteen One 打50颗球，然后我还有限时，要在5分钟之内把它完成。等一下呢，我会请大哥来帮我计时，因为呢，我在排球的时候需要他帮我按暂停，不然的话我一定没办法把它达成的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他刚开始打就已经在找借口了。好，现在打完第一盘，时间过了1分又10秒，所以现在还剩3分50秒。对，排球让他休息一下。对，刚好排球让他休息一下，现在排球暂停，所以他现在还差36颗，照这个比例来讲，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成功了。对，时间差不多。如果照这个速度，应该差不多时间可以吃完。对，好，我等他击球那一下，我就按开始。母球怎么不见了？宣告失败。他现在要再给他挑战一次，看看这次是否会成功。刚刚要开始录之前，他就说，其实他就算不限时，也不一定能够打到50颗，所以这算是一个蛮难的挑战。好，一样，他一冲下去我就按开始。这次他
慢了很多，这次他浪费了1分37秒。现在还有3分23秒，一样，他开始我就按他击球出去，我就按开始。好，时间剩下1分49秒，我觉得他应该又要失败了。1分49秒怎么可能？我现在还差几颗？还有22颗。我算过了，他这盘再顺利打完，在下一盘还要再进8颗，所以就是他现在反正还要22颗，这难度非常的高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成功了。很有自信，很有自信的说不一定，我跟饼干都不相信。我已经找到诀窍了，跟风一样快。快就失误现在还剩1分07秒，有一点点机会啊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嗯，这盘有点吹。超好运的。这盘整个火力全开了。现在剩50秒。残念。打太快了，好，我先按个暂停。他现在还剩38秒，有机会成功啦，但是，我觉得我挑战这个好像不太可能会达成的。对，好，再最后一次。好，我再挑战最后一次。三次机会。我也不行啊。我好惨。5分钟，他5分钟内要吃50颗球。对，这个有办法完成吗？好，来一样，他开始的时候我就直接按。好，那你6分钟，可是我觉得6分钟我应该打得出来。
好了，那多30秒。对，好了，我调一下哈。多30秒。多30秒的机会。5分钟，这我觉得我应该拿不出来。好，多30秒，五分半钟。好，来。好，最后一次机会。还剩下4分10秒，所以你是用了1分20秒。我发现这跑快反而没有比较好。对啊，反而稍微想一下比较好。对，要稍微想一下，不然我只会一直跑，就一直等。现在还剩下4分10秒。4分10秒，我觉得这次有机会了。有一点机会啦，因为我记得你第二次好像第一盘就用了1分40秒，所以剩下3分多钟了，这次应该有点机会。对，前提是要他有办法打到50颗。对啊。好，开始。完了。残念。这个游戏就是太难达成了。啊，这个已经不是重点了。对，好了，那你来讲一下你的感想好了。你刚刚说你觉得不一定要打很快。对，其实稍微思考一下。对，我觉得要稍微思考一下，这个就是不能让母球跑太远，不能跑那种2颗星、3颗星，也不可以带开的时候不能下塞，它会一直转，我觉得浪费时间。对，我刚发现其实有时候，不过那是因为我在旁边看着，我旁观者清啊。他有时候有一些球真的乱打，他如果选择对的话，秒数可以节省超多。我根本就看不到我要打什么球，我就看那个球离我比较近，我就先打了。对啊，正常都是看到球就先打。不然我要这样子有这些球，我要这样绕一个球台，我觉得要浪费很多时间。对，他这个诀窍应该就是。你母球跑越少，你可以节省越多时间。对，其实不是走路快，是母球要让它移动的少，才可以很快又再打下一颗球。对对对，好了，现在证明我没办法成功。对，好，下次我可能要挑战6分钟或7分钟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好了，那就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还有我们的脸书的粉专跟 IG， 也麻烦帮我们追踪起来吧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